我阁看见日光的下面，伫心怀的所在有干哦，日光的所在也有干哦。我心来讲，上帝要审判异人甲歹人，因为伫遐，各项的事，各项的工，拢有定着的时。我心来讲，这是为着世间人的缘故，上帝要试验因，予因知家己是禽兽。因为世间人所拄到的禽兽也拄到，所拄到拢是真个。这个安尼死，迄个也是安尼死，拢共一款喘气。人袂较赢禽兽，因为拢是空气，拢到一个所在，拢出伫土粉，也拢归伫土粉。人的魂上顶面。受的云落对落地，一水灾是安尼，也是安尼。所以我看见无一项好，伫伊所经营的来欢喜，因为这是伊的分量，伊身后的事，一水话，予伊搁来看见啊。第二位圣经咱来看。做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八节到六十九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到六十九节，西门彼得见伊讲：“主，你有应允，你有应允的话，我要去对治罪啊！我已经是，搁再你是上帝的圣灵。”这是咱要请詹姆斯来见证。当我说要见。